Hello，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博打荒野乱斗啦。那目前来说，最近小队的危机啊，我们是联系到了这个袁队长了啊。那他基本上因为最近太忙了，所以他是这个期末环节了哦。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他还在，哎，没事没事。然后他已经把这个队长还给泽平了哦。那听说我们这边的这个副队长啊，其实好像也是有一些就是那个家人跟踢人的功能啊，所以我到时候的话应该还是会以这个队长为这个主吧。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参加，就是想要加入这个副队长的这个管理行列的话，也可以再跟泽平分享一下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小队危机解除 ，Oh yeah， 各位！所以大家如果还想要加入我们小队的话，都可以再继续加一下。我们就是慢慢努力啊，反正我觉得砸黄金注入这种小活动，我自己是个人是觉得就还行啊，大家如果能够认真打就打啊，如果不行的话，反正那种像哥吉拉那种大活动的这个部分，就真的还是要麻烦大家就是贡献自己的这个力量哦，因为那种就是哥吉拉活动的话，那个还是算是比较重要的，那个是我们那个小队凝聚的这个重要核心环节啦，好不好？所以那个是必须得要给他好好打起来的啊、哦。好，这边据点争夺战，我们就甲机给他走起。哎、欸，其实我后来发现啊，就是我原本想说我可以很快拿到这个德拉古，结果好像也没办法那么快哎、欸。而且因为我们之前拿的时候好像应该都是那个啦，都是因为我们都是有那个什么，都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就是半价哦。但是这一次没有这个半价，就真的很可惜，很可惜了，好不好？来了，各位，你们要来去占领前方的领地啦。反正这只的话，基本上我真的觉得是打这个模式很好用的这个角色，超好用的。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然后在旁边先回点血。哎，我都忘记他们是一个会飞的，一个会丢炸弹的啊！哇，直接被拿捏住了。我靠，对面这个很强哎。哇，对面这个很强哎、欸，他直接把自己就是全队隐身。我们好像有人在外面逛街啊，但那好像也是没办法。又清掉了，清掉了 ，nice。先看一下啊、哦，他们人走过来了，两只，震一下，开啦，震，有震到了。进去啊，饭！哇，我们的饭都在那边站外面，这样就没办法，就是很快的清掉。但是我们现在要保证，就是自己的队友就是要一保二，然后就是不要一次全死哦，要一定要有人站在上面哦，不然会很麻烦。OK， 那这个射程距离差不多就长这个样子。OK， 没问题，小掉喽！帮挡，帮挡，帮挡，帮挡！哎呦 ，nice！ 好了，这把应该是大势已去，我们的胜利。呦呼，没问题！我真的觉得甲机打这个模式真的是超级稳的、啊，稳到一个不响，太舒服啦，各位，嘿嘿，很舒服哎、欸，我真的很喜欢他的这个阵阵环节，没问题。然后继续哦、喔，我们现在就是要疯狂消我们这个猪猪票券哦、喔，因为他还剩没多久就可以就是砸开猪猪了哦、喔。所以现在来说啊，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就是想要在这个蛇皮草队尽一份力的话，我们这边最基础就是那个啦。但是如果之后就是每一个人都很就是进来的人都是很努力很用功的那种的话，那可能就变成就是猪猪模式也要大家就是尽一份力了。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进来的这些人究竟那个、啊、就是那个什么、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游玩能力跟这个夯度吧，就是上线神度。因为如果我们十个人都是那种就是超级玩家，每次都会打完的，那如果有一个人没有打完，那一定就是把没有打完的那个踢出去了，好不好？就是要慢慢这样子，小队才会就是往前进，然后小队才会慢慢的变有很多这个精英哦。因为这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啊，就是你每一个人都贡献嘛，那你也不能就是哦，大家都打完，然后我们还要就是配合一个没打完的这样的感觉，好不好？所以大家尽可能，反正小队现在初期大家都还行，那就比较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很麻烦的这个要求。我们就是慢慢茁壮，然后也感谢就是现在也很努力打的这些大佬们，真的是因为有你们，我们才可以就是拿到很多的这个东西哦，真的是万分感谢，万分感谢。泽平的这个小队由你而伟大，因为有你们而伟大的呀，各位。来了，哎呦，我觉得我要随时去救一下那个甲机耶，你们怎么看？
因为他身上拿了很多这个石头啊，不能让他的这个石头消失不见了。OK， 因为甲基被打的话，基本上他也有一些就是额外的这个防守功能，因为他会反制，还蛮爽的。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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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哎，那杰西的炮塔八神经啊，各位，我们再拿一个就好了。哎，退退退，撤撤撤，退退退，撤撤撤，退退退，撤撤撤，保一下他。两个应该是没事的，要拿下了各位，没问题没问题，哇哦，哟呼，哇，连赢连赢。但是这个环节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猪猪卷的话呢，它就是一去而不复返的东西啊，所以这个要尽可能就是努力打一点点啊，因为输了就没办法加了，赢了是理所当然，一定要赢啊，你才可以拿到更多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卷拿到就是给他打完，然后如果真的怕就是没有办法遇到一些好队友的话，那就是组队打了，好吧？那就是组队打了，一定要的啊、哦。我最近真的觉得就是那个什么啊，就是那个谁，我们这个目前来说我用的这几支这组合真的是超猛的，感觉就是可以打很久的那种感觉，对啊。就是那种近身距离，就靠那个维京哥，或是那个什么李阳这种的，然后还有这个罗拉，好像光玩这几只就可以了，其他后面因为都没什么练，你知道吗？就不知道到底那个到底好不好用之类的。但是我还是蛮期待，就是后面一些妹子角色的啦。哦，既然没有人玩艾德加，那我一定就是艾德加走起的。这个能飞不？那个能不能飞？这个真的超很多，要飞要飞，完啦！怎么有人不玩？怎么会这样？哦，哇，完了！我在想足球，我真的是超级无敌没办法的，超麻烦。我足球我真的只能就是在旁边帮忙。哎、欸，他有那个、欸，哎，他有可以炸墙的。那我这个这次玩这个好了，因为我以前就是如果我们队友没有人可以炸墙的话，我通常都是负责炸墙的那个啊。我想说这一次如果有人可以炸墙的话，那我就不炸墙，我就努力的往前冲好了，好不好？完了，完了，完了！我犯了一个大错了，死定了！干，完了，我们超级得！哎、欸，完了，白痴哦！极技了，我是个白痴！我超烂哎、欸，我！走起！Let's go！ 有了吧，再打死一只，进去，希望你们可以。有了，各位，好险我队友会踢球，不然我就完了，各位。哎、欸，完了，枝没了。好、哦，朋友们，我们还有人在。哎呀，赶快！拼一下！哎呦！哦，炸到 ，nice， 还不错。完了！啊！超不会踢球，完蛋了，各位。踢球垃圾。极技啦，各位，完了！你看，像我们这样输的话呢，我们就只剩下四张券了。你看，大家其实都还蛮厉害的，他们都有这个额外奖励，应该胜场很多场啊。哎、欸，你看一堆人都没有打呀，各位，你看这些人啊，这就是超麻烦的，这都不知道加进来要干嘛耶，你知道吗？不知道你们加进来不就是要玩这个游戏吗？为什么加进来然后都不上线都不打？还是其实他们是今天加的，不可能吧？因为我看到一个那个叫电脑的，他今天加进来好像是没有办法拿到卷子，对不对？不可能啊！哎、欸，赶快加油好不好？这种加工会，你知道一般来说就是如果我真的要冲这个工会的东西的话，这些人我一定是绝对不会让他们出现在这个军团里面的。但是这款的话，我就玩的比较随心一点点。不是你要拼东西不能这样子哟，
你要拼东西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就是大家一起协力哦，没可能让你在那边双双领奖励哦，是不是？因为他们那些人没打了，他们也是可以开猪猪的，你知道吗？这样就超级那个，超级不公平的，超级不公平，呜呜呜！来啦，各位，作曲，哟呼！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哦，这把甲鸡能不能打出好成绩？甲鸡 ，Let's go！ 哦，有有有，就边边角线走起走起，然后游走在这个钢索旁边，是狗走钢索的人。有哦 ,28.3%, 这边再进去补足，这把应该就稳了。我觉得只要能够拉成这样的距离的话，基本上他们应该都很难再回答，而且我们只要角色能够站稳站住就可以了。拉过来，棒棒棒。好，我一个人换两只哦。欸，没有欸，没换到两只是不是？然后换到一只而已。但是也够了。反正只要就是能够一直不断的就是有队友一直补上去这个阵型里面就完美了。完美无缺，完美无缺。开阵，开阵。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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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斜走，斜走。斜走，斜走。吸。啊，完了，完了，变他们的主场了。我们这边一定要想办法。有哦，哇，老头完全控制住里面了，各位。好，那今天的话，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差点发生什么大危机嘛，但是现在来说，我们的这个队长啊、哦、找到了啊、哦。那听说贝队长其实就有管理的功能了，所以我大概就是把那个管理员的话，就是队长还是我自己了，好不好？然后这边副队长，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跟子平就是留言一下，我再把你们加成副队长，然后帮我就是清点一下人哦，因为我基本上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理这个工会了哦。好，那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啦，危机解除。